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。今年2021加期期国际观光节，邀请来自俄罗斯莫斯科萨斯风重奏团到加期期来演出，举行两场的音乐会。23号在中正公园的户外音乐会演奏10首好听的歌曲，也引起现场民众的共鸣，吸引超过1500人到场聆听，客满现场的民众掌声不断。团长弗拉迪米尔·萨伦巴曾经在国际竞赛中获得殊荣，是莫斯科文化艺术大学的教授，专精于中音萨克斯风、高音萨克斯风、单簧管以及低音单簧管的吹奏。萨克斯风重奏团现场演奏10首西洋的歌曲，让乐迷一把热火，在寒冷的平安夜中感受到浓厚的异国风情。俄罗斯莫斯科萨克斯风重奏团有5位吹奏不同类型的萨克斯风的团员，4位音乐家以及4位特别邀请到独奏家共同组成。曾经受邀请参加过各国主题音乐会、爵士嘉年华、学术机构中的大师讲座以及授课音乐会等演出，为萨克斯风独奏到合奏飞行的大鹏风筝，在古典以及爵士乐中促进整个乐团界的提升以及音乐发展的可能性。新闻新闻张学明、王小泉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